观众下午好，欢迎您收看由五星体育为大家现场直播的第14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那么今天进入到决赛阶段的两支队伍是中韩两队。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队呢依然有三员大将，他们是陈耀烨、姜维杰和谢赫。那么韩国队阵中呢是仅剩下两员大将，他们是崔哲汉和朴廷桓。从人数上来说呢，中国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么从今天比赛的这个进展来看呢，今天的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关键，谁能够获胜，谁将占得先机。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的精彩而好看，相信观众朋友是非常的期待。那现在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讲棋嘉宾，他们是中国棋院中国围棋队的领队华学明七段，以及上海棋院的副院长刘世振七段。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掌声来请出两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星体育给您直播的农心杯的比赛。小华老你好。今天呢很荣幸和国家围棋队的领队小华老一起给大家做这个讲解。我觉得在这讲起很放松，因为那个面对的是上海队的主教练，还有一个非常内行的那个主持人。主持人刚才说了两点，一个说是今天这盘棋非常的关键，当然这盘棋对于陈耀烨个人也对于中国队非常关键。另外一个就是说了那个这个比赛就是，是两个人和三个人，也不是人数上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它是擂台赛。我觉得他是把这两个最重要的点都点到了。是。小浩老，农心杯的最后一个阶段放在上海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定势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基本上呢就是差不多都是二对三这样的一个比例，以我们三对方二居多。是，这个前两天在江堰碰到聂伟平老师，他就说了，他说没有日本队，我说这个好像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定势了。对，以前前几年好像还有，现在基本上这个比赛就是中韩两国之间的这个较量了，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回过一下呢，就是说第二阶段呢是中国队的王希呢获得了4连胜，最后呢是最后一盘呢是崔哲汉赢了王希。因为大家可能希望能够尽快的进入棋局，如果关于这个就是王希跟崔哲汉的第二阶段怎么样，还有一点点小故事，我们先待会再说。好的，我们先来看棋。今天呢我们是派上了陈耀烨，来挑战陈耀烨。好像大家认为是意料之中，可能是。没错，那个小浩老，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就是三个人啊，因为赛前嘛，这个很多的报道说我们中国队会派上谁，那么我想，因为这个名单主要的制定者是您啊。您这个话稍稍有点不太对，主要的制定者应该是，你要真要说主要制定的，那个应该是于斌，他是总教练。但是我想我们整个教练组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大家一般来说都是有时一块商量，那最主要的还是听听棋手个人的意见。对，我就想说的是，是不是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是先问一下棋手，你们谁想上？这个意见是不是比重比较大？还是你们想派他上去就倾向性的问他这个您这么问我是该怎么回答你？不过反正总而言之，我们是以征求棋手的意见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以棋手的意见为第一意见。好的，我明白了。陈耀烨黑棋，崔哲汉的白棋。这个。走的这个，这个现在非常的流行。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非常熟，就像那个刚才在新闻发布会，我们下来之后，我们就跟那个谢瑞啊，那个《体坛周报》，他是一个超级围棋迷，然后我们经常跟他开玩笑，因为那个他问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问了一个问题，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问题，他就说呢，说那个陈耀烨说啊，那个崔在赫不在我话下，你朴廷桓嘛也就这样了。说朴廷桓您是怎么看的？然后我们就刚才跟那个下来以后，我们就跟那个谢磊说，我说你这个是那个倒脱靴，围棋的倒脱靴，这没有这么一回事。以陈耀烨的个性不会这么说。对，但是这道棋为什么我好像就走远了呢？就好像我突然扯到新闻发布会。其实陈耀烨这手棋呢，他也是考虑了一下他才下的。您觉得这手棋除了流行之外，有没有一些别的可能性？我因为上海五星体育呢有一个棋牌新教室的一个节目，我呢在这里面讲我选的棋谱啊，
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我最近选的棋谱几乎黑棋通通都走在这里。嗯，它有几种，一种是这里是辛位的。嗯，它挂个角。嗯嗯，走在这里，那就更残解。哎，然后呢，走这个。嗯，黑棋也走在这里。我记得古力刚刚讲了一盘古力的棋，他就是走在这里。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现在大家的一个共识了？就是三星杯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俩在这好像同一个场地也讲过一盘棋，古力跟李世石也是这么下的。嗯嗯，这个说流行已经这个可能不是很准确了啊，是已经快变成这个定式一样的下法了。这个棋，白棋挂了一个，白棋挂角。嗯，以前。相对来说分头更多一点，现在挂角似乎更加积极。嗯，黑棋第一杆，嗯，就是以前碰到这棋第一杆总是在这里夹击，相对更多一点，因为这个棋这个它的发展主要是在这边啊，它实战走这个。嗯，可能这个有点题外啊。嗯，就是说其实说你说现在布局阶段那个棋盘上可以，比如说你加二尖加一尖加一尖低加一尖高加都有，是吧？两尖低加都有。对，但是程耀烨是走的这个，也许我说的可能不是太准确，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程耀烨的一种风格也好，或者是程耀烨某对于那个崔泽汉了解的一种程度也好。因为在那个第二阶段的时候啊，那个当时的时候王希四连胜之后，当时我们在车上还有我和谢赫，然后王希就问他说，那个马上就对崔泽汉了，您跟崔泽汉的那个胜率是当时的时候是8-1，应该是9-1，就是9-1，程耀烨赢了9盘。嗯，只输给崔德汉一盘，是好像我应该是8-1还9-1，我记不太确切。但是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说程耀烨跟崔德汉都应该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这样的情况下，如果8-1也好，9-1也好，它不仅仅是一个水平的体现，它有可能是一种就是说我赢你赢多了，人家我们常用的叫克星，就是说心理上有点阴影。嗯，当时我也是这么认为，也程耀也是这么，就是说可能他对我下多了，可能就我。这个变化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可能，哎呀不能这么下，可能会有这。后来我今天刚才慢慢看到这盘棋，我突然又得出了一个结论，好像领悟到一个东西，就是说程耀烨可能对崔泽汉的棋路非常的熟悉，他知道你可能会往哪个地方走，先做了一些准备。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对，我是因为同理呢有一个天元赛。嗯，程耀烨呢是现任的天元。嗯，那么他在天元位置上呢，他跟崔泽汉又交过几次手。我是都去看了。嗯，在同理的时候，我就感觉程耀烨对崔泽汉就是棋下的就是特别的有自信。嗯，这一点是我作为旁观者看出来的。那我们先把待会儿把另外变化图的时候，我们实战的，我是有这种感受。大家可能还这个比较虚，现在可能大家觉得你们俩在没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嗯嗯，他小飞这个呢，按照定式呢，小尖这个呢，我想肯定是对于这个布局的方向就是不太合适。对，就这道棋就有点奇怪的位置。对，他是挂这个角。嗯，这个白棋下的非常快，就尖进去。白棋就小尖。你既然不完成这个定式，那么我这步棋是比较正常的。是，这个时候既然白棋没走呢，我想黑棋这个时候他拖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想下的好点。你说这拖一个白棋基本上是不是会也是现在的流行型拆个二？拆个二。那然后黑的走什么？当然是黑棋自己可以选择了。这走到两下，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至少是。至少局部是不亏的。局部肯定不亏。对，那他或许是想是不是白棋会直接往这边走。是，一个有可能白棋直接往这个，还有一个他是不是在那想，反正我挂一个，我就等着你先出盘，看看你是拖这个还是怎么下。他也不是很怕这个，很怕他也许正等着这个双方一种心理的较量。大家摆一下啊，我搬。对，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定型。是，对，他以后呢可以要走呢就自己虎一个，这个。也可以被视为定式的一种。简单明了，是大家可以借鉴的一个变化。黑棋是在这里挂角。白棋飞。又飞了一个。陈耀烨的棋也是很实在啊。对，到这的时候白棋进入了相对的参考，因为它虽然双方一小时，但这个时间用的是比较多的。
对，当时在观战时，这次呢是姜伟杰和谢赫都来了，他们两个当然是观战时的主力了，然后就在摆这边的变化，当时摆的基本上都是一间低加，一间低加的更多一点啊，黑棋拖进去，他来那个吗？他是啊，单拆，太拆哦，这个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下法，那就来个简单的顶一个，简单的他就是退一个，立一个，立下去，对。然后黑的然后怎么简单太多了变化，简单的就是最简单的就这个啊，然后是走这个，我在讲棋的时候其实很喜欢给大家推荐比较简单的下法，就是这么一挡，这个尖顶呢是俗了点，但是呢你这个挡下来之后呢，这个脚你是很扎实的，那么这个挡完之后呢，对于黑白棋这个拆二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呢可以接受黑棋啊，但是呢白棋没有走这个，我想呢因为当时的我就在跟那个邵伟刚说啊，我说这个棋白棋我们现在迟迟不下，白棋一般来说可能不走这，当然这种思路不见得对啊，但是我推荐给大家可能也是一种借鉴吧，因为如果他不走这个的话有两种原因，因为一个呢就是说陈家也下这个的棋非常之多，网上也下的很多，跟周六阳下的也很多，就是当时他还我跟我说过这其中的一些变化，我想他们两个应该是非常熟的，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可能是心理上一种你既然下的很多我不走这个有一种可能性，还有一个他既然参考他就是说把这个第一杆那个推翻的可能性也有的，所以这两个可能性造成他可能不会下在这，这个也是我想是其中的一种思路吧，毕竟这个比赛啊每方一个小时一分钟的读秒，这个时间还是不算很宽裕的，是，实际上他走了这个，对，实际上他走了这个，走了这个以后呢，黑棋黑棋最简单的其实就是这个跳，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位置稍稍的有点怪异，有点怪异，因为如果本来是本来应该是这样，就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是，那么他现在已经在这里了，他走这个也不是，让别人跳出来也不是，所以他可能很快的排除了最简单的这个下法，啊，他选择的是这个，白棋实战是靠出，对，白棋靠出，那个靠出的前提是增值有利，比如说他搬这个也好，一样，断掉，对，我先搬这个吧，搬这个好一点再吃，断我吃，然后接住，这个增值，然后他打这个，打这个再走这个，这个贞子吗？对，是一个啊，我或者是搬这个，对，我以为你要说的是这样，搬这个好，接住这个好，这个贞子的话，这个太亏了，刚才可以这个贞子如果有利，它其实再接住，然后这个挡住，然后搬这个也很厉害，这个贞子说错了，更加的简明一点，是，就是这个白棋如果说这个棋不能断，这个棋就没法下了。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大家要小心，那是有陷阱的，不能看完人家下什么你们就跟着下，这个，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图如果这样的话，您觉得跟后来那个比较的话，如果说他贞子有力的他只能拐这个，白冲下去这个也有的，然后拐这个，然后我补一个，这是一个定式的一种吧，我觉得小号是但是就是说看看周围的配置的问题，对，从心情上来说呢，黑棋的实地是不错，但是呢，周围的这个配置，我觉得这手棋可能位置就也不是很妥当啊。如果这个时候放在这里的话，我想黑棋的心情会好很多。那是，没错，所以实战他没有这么下，但是实战的这个下法，我不是太，我觉得这棋好像不是很合理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棋啊，他顶在这里，对，这个棋。说实话我还真第一次见到这个棋，对，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当然可能现在我们这个看棋没有以前看的那么多了，这个资讯没有以前接受那么及时了，仍然对这步棋有点惊讶，一开始啊觉得这棋还可以走这个的，即使说还可以走这我还是不太赞同啊，这个结果我觉得，那我想我们给大家来演绎，不太符合棋理。那他搬这个，对，搬这个呢，白棋是只能粘上的，对，这个时候黑棋它是立下去，这个棋呢，如果虎一个的话呢，这个脚上太委屈了，对，白棋，说不定还能走这个，或者说就顶住，黑棋可能就很局促这个局部，还要立下去，
这个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围棋水平的人、我估计走这个可能是叠第一杆，然后是我们都可以说大家可能争先恐后都想把这招棋放上去。对这一点啊、黑棋很难受。这个、点黑棋不可能走这个、对这个点呢，其实它的本身的意图呢并不是说要去吃黑棋、这个大家要，它的本意其实还是在于弃子、这个是它的，所以它兼这个啊，那么它贴起来，它就是想把这个子弃掉、在外面能够取得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外势。这加下来这很舒服。对，你要立的话是后手。对，他实战是扳的，实战扳粘本身也是一个大俗手。但是呢他为了抢先手，是把它粘上，白棋虎一个。对，这个空间就是说他不需要再补了，应该说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对，白棋我觉得跟这个配置它也不错啊，当然如果白棋可能在这里更好一点，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白棋这个间隔也不错，他当初没有小尖啊肯定是便宜了、是省了一手棋。而且这局部呢如果战斗的时候这是先手，这一挤就死了。如果要收 关比如把这吃掉的时候，他可以走这个、然后他一挡，这个挡是先手，这个是非常大的，这个、大伸腿没了，然后这一走这个，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吧。走完很简单的啊，这个棋，对，它就一夹就可以。一夹的话呢，你不能搬，接住。你一搬它粘上，它的气比你长，啊，如果它冲一个呢，你就搬过，是死得很干净。对。它还不能搬粘。对。它还不能搬粘补，搬粘补你回长一走，一爬一样的。脚上还有棋。这个棋官子被收的很难受。对，这个走在一般就完。所以说这个棋从实际上来说啊，黑棋也不是说、特别的满意。是。有他的顾虑在里面，白棋外面很厚。这恐怕就是一个风格吧。是风格，但是一般的人可能还是觉得这个黑棋有一点亏。那个韩国那个梁宰豪九段，也就是他韩国棋院的那个事务总长，他跑过来问，那个当然他问当然带个问号了，也就这意思，就是说这棋好像他也是觉得比较赞同白棋，白棋比较便宜。但是呢事物都是一利一弊的，由于这个挡是先生，就诱发了白黑棋后来那个马上待会说到的这个。所以这个打入变得很有诱惑力。现在屏幕上面呢这个我们看得出来，双方的用时还是非常的啊，这时针几乎是没有什么差距，好像啊、都是用了40分钟。对，还有每人还有20分钟进入读秒。看表情上面啊、这是研究室里的情况。对，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呢，希望他们两个谢赫对面是姜伟杰，站着的是邵伟刚，希望他们明天还可以继续坐在那里、研究棋局啊。那太好了。可能我觉得是不是从姜伟杰的这个遥远那么看过去，我他有点为难。姜维杰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后面站着的是小浩你的副手啊，邵伟刚也是上海人。上海那个这关键是上海现在这个市场也很好，你想想看，你每个星期我觉得挺羡慕的，每个星期能跑到电视台来讲一次棋。虽然我不太那个现在觉得、对吧，我刚才都开玩笑啊，像电视上海电视台没什么关系、现在都是一般这个人之常情，美女社会，对吧，我是不太愿意这个占用这么好的一个资源，但是我觉得这个能够在电视台推广这围棋活动，我觉得还是很羡慕的。如果有这机会，我将来在上海我就天天来讲棋啊。作为你来说，你也是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个为上海围棋这个是吧推广、做下推广，这个也是你义不容辞的事情。好，我们还是给现场的观众来讲解一下吧。电视前的观众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中间这个小屏幕实时的了解两位棋手实战的这个进程。现在就要说到刚才我刚开始说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一般的场合就是姜伟杰谢赫，虽然我水平差一点，但是我觉得既然这白棋那么厚，这地方好像特别想走。对，几乎是这个刚才这种棋好像都是第一杆。两位研究室里的这个两位棋手的第一杆、就是这个跳。
因为好像是比较急，因为都大肠有急肠和大肠，就是什么时候最着急的，你一天的时候第一天想要我今天第一天最着急的干什么，好像是这个。对，哎，他跑到这来了，跑到这儿来。就像我们前面说，它这个地方啊，黑棋的间隔看上去好像有点宽，但是呢，我看陈小姐的时候稍微思考了一下呢，他走的是这个，还是比较有内涵的，我觉得，他显然是不怕对方这地方打入，他就等着对方在打入，也可以说等着故意想让对方来打入，所以他走这个，也有点兼顾这个的意思，我觉得。是啊，因为这地方没法补的话，这地方落个空，那这个子你如果补的话，你这个子你就我直接放在这句话，你等于说在否定自己的刚开始的下法，所以是不可能补。对。那既然不可能补，然后这着棋又很着急，为什么黑棋还要下在这儿呢？您能告诉我们大家吗？就是说他其实是兼顾这个，我觉得是他在兼顾这个。那我为什么我还要打入呢？我觉得这是大场，不是急场。有的时候，我觉得对局者的这个心理啊，可能是我们旁观者无法理解的。他也有可能，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是100%正确的。有的时候啊，实战他走的这个，那黑棋陈小姐这台下的很快，我看，显然是他接了一个有备而来，他觉得大概就是他所想的这个样子，他是贴的搬的断的，真的这招棋实在太诱人了，而且这招棋白黑棋这地方缺一手棋，这地方也缺一手棋，这战斗白棋应该还是比较有利的。然后是吃滚包，没有吃这个，对，接这个拐吃，飞过吃，他打吃这个，打吃，这个时候崔振汉想了挺长时间了，我看这个飞想了很长时间，飞想了很长时间，是在我看来是基本上只此一手的时候，他想了挺长时间的。看来显然他对这个整体啊缺乏一定的这个规划。对，至少就是不是他意想之中的，要不然的话他这手飞是在很快就会下了，就是说就像这手这招一样，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手，但他不满意，所以他在拼命下，然后后来发现也只此一手又走回去了。这个对心理上来说会有一点影响啊。这个时候他也有跑这个的下法。那么想要吃掉这三个子，这个我们就不知道黑棋会作何打算啊。我的第一感是在这里，其实是就算了。可能我觉得身体好点的就好了。大多数爱好者来说，一般的人来说，第一感可能会加这个。对。但是刚才那个刘思正说了，他第一感在这儿。其实就是说，这周围白棋实在太厚了，可能这个加是一种误区。作战的话，在这个白棋的后视范围内作战，是可能是有点过分的，所以这样冷静的抢着一个先手把这补好了，这个是比较理智的下法。对，我觉得这边有一手棋，那么这个棋呢让他吃掉，然后呢你这里拆边过来，似乎这边对，感觉很不错，所以他这倒是没想，我看他直接就打了。他在这个飞的时候，显然已经把这个地方的这个构思想好了，他要尝这个，然后呢黑棋跳，对，跳出来。但不管怎么说，这战斗有利不有利，黑棋有一招先等在这儿了，好像比放在这儿更好一点。这个小浩老，因为我们讲了过程当中讲了挺多的，我不知道这个进程啊，你有没有进程有没有可以推断出来啊？如果说是让我推断的是差不多，但是这毕竟是直播，我觉得还是忠实一点原著比较好。好的，那我们进来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在进演播的时候，大概棋就下到这里。我看到他跳这个。然后黑棋飞。然后这个脑袋肯定是要过去的。这个头很重要。对。如果就这么跳过来，我当时也是简单的这个自己脑子里想一想啊，就跳过来，那黑棋肯定是不行的。对，这就这么跳过去。这两个子好像有点孤单哎。对，然后呢，这个地方我觉得也留给白棋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好点。对，也就是说黑棋这个面跑到人家的后视这一面，正是白棋所欢迎的，也就是白棋愿意的一个原因。所以脑袋必须。白棋的规划呢就是这样的，最好大家都就跳过来。那么他一飞，这一飞白棋就有点儿。这个地方你冲断我这活形肯定没什么问题。那如果冲断，冲断这个，他挡住，他就藏一个，这个我觉得黑棋应该不太会怕吧。然后走这个，黑棋就跳一个，把这个做活，大致如此。实际上他是飞了这个，白棋觉得我觉得这个不太怕，他还是要，而且你这现在飞出来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对，他可能只能从这儿尖。
毕竟是自己还没有、没有后，还是以照顾自己为主。白棋飞了一个，这点我们、这我是知道的，他是贴的，贴这个，他是 B 主，啊，他 B 这个，然后白可以起尖冲，哎，这个是好点，这个如果再这么放一下的话，大家一看整个是立体的，对，非常的完美，尤其是对这个两个子还有压力，而且这个尖冲完了以后，总是还是要稍稍的瞄着一点这个白棋的保卫，他也可以冲打吃，强硬一点的还可以这个靠，这个靠也很厉害，是，这边几个子实力还是很大的，他先从这边过来，然后他是，你先推断啊，小花，这不是这个我是看见的啊。他是跳了一个，不是，他是这样吗？他是，他不是尖，是不是走在这里的？他走在这，对，他是尖，他尖，他尖这个，他靠下去，对，他挖三，那个后边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个棋谱。好的，接住。我觉得我们进演播室的时候啊，他们下的挺慢的，对。就下到这个地方，对，我们稍微讲了大概也没多久，他们好像下得飞快。后面的时间很重要。其实你刚才在讲棋的时候，我是一边朝那看的，但是还是但是还是难以兼顾。对对对，是，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看啊，突然一转头一看，他们怎么下了那么多的棋了？手速突然下得很快。是，他虎了一个。其实陈耀烨是一个典型的下棋比较快的一个棋手，是，崔娇汉也是。对。他们两个人，因为我联赛当中经常会碰到嘛，比如说上海的这个邱俊，胡耀宇，当主将跟他们下，经常是上午啊，邱俊和胡耀宇两个人时间就用差不多了，下午一会儿就进入读秒了，他们还有一个多小时没用完。是那个陈耀烨，因为没什么事就在网上下棋啊，他本来昨天晚上还要在网上下棋，因为昨天是北京下雪，所以呢是误点了，在飞机上等了两个小时啊，所以他的时间对网棋的时间就给占用掉了，觉得有点累了，就是所以昨天晚上下不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本来通常情况下他到一个地方晚上他都会下棋。对啊，小浩了，那借这个机会我正好也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队里面对于他们这个下网棋啊，是一种鼓励的态度吗？我觉得无论是网棋也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就是说个性是不同的，比如说像陈耀烨，他就特别喜欢下棋，像那个这其实上还有一个，其实比如说有的范廷钰，他就喜欢自己那个研究啊，他各个阶段不同，应该就是说对各个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你不是说我今天要求你们都下棋，我觉得他愿意下网棋，因为每个棋手到了这个时候他自然有自己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应该去适应他们的这种训练方式，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记得啊，常浩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情，他当年去日本下复以前啊下世界比赛的时候，这个范那个姜蔚杰，他呢打进了半决赛，打进了半决赛以后呢，常浩本来说哎挺好的，我第二天他比赛嘛，他说晚上我带你去吃个饭放松一下，跟你聊两句，姜蔚杰说不行，我要回去网上下棋。是常浩很不理解这件事情，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说明天第二天要下富士通的半决赛，怎么晚上还要去下网棋，对于他来说他不能理解，是，但是作为姜蔚杰来说呢，有可能他自己适应的一种方式。对，因为就是说像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他们在网上下棋可能多下网棋，还有一个可能把棋下随手了，还有那个网棋跟你平时下的棋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任何事都是因人而异的，就是说要根据他们特点来决定这个，所以我觉得不存在支持或者反对。好的，接下来是我们是讲了半天那个棋谱没来，这个棋是吃了虎一个，他走这个，这我是看见的挡住，希望那个棋谱能够在我们讲的时候尽快的来到，他吃掉。现在看来还是在你的对这个我是看见的打住，他打罚打吃一个，是。那这一带我觉得黑棋就是能够这么过来，还是挺不错的。对，尤其是他打吃上来。这个劫以后基本上黑棋的权利，因为不太可能打到这儿。对，那么你走完了之后，你这打吃啊，不是打劫。是滚包后边他提掉，你可以滚包。也就是说，将来白棋黑棋这是黑棋的权利。黑棋提，白棋只能粘上。那这个过来之后，我觉得白棋这一边的保卫就体现出来了。您说的不错，所以白棋实战补了一个。对，这个地方能让他补一个黑棋，还是蛮舒服的。走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不太清楚了。
对，然后后面这一串的战斗，比较的，也算是比较的复杂啊。嗯、我看陈耀烨也是。整个身子趴上去了。是我后来远远的看见他当时是走的这个，然后搬了、嗯、飞了搬出来，但是黑棋现在走了哪里？现在我就不太清楚了。黑棋下，嗯。这个陈耀烨是一个蛮有个性的一个棋手，我觉得。嗯，像就接着，因为棋谱没到嘛，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话题接着说。像陈耀烨，他就是属于喜欢下棋的，所以包括十月，就是有的人就是大赛之前，像古力大赛之前，他是不愿意下训练棋的。而陈耀烨那个什么十月，他们就是又愿意下训练棋的。像十月的时候是大年初四回到北京之后，因为在过春节前，我们就打电话问他，就是说春节前怎么春节，因为他是离春节特别近嘛。对 ，LG 杯的决赛。对，所以我们就问他，你到底要需不需要给你安排一点训练棋？所以他在初五的时候呢，就下了一盘训练棋。他是愿意在那个过节前、过节之后的呢，熟悉一下棋。有的人呢就觉得不需要，所以每个人都不同。像陈耀烨、谢赫和那个姜伟杰呢，在来之前呢，因为最近刚刚过完节，没有一个。虽然我刚才想说这个又来到了上海，比赛很多，但是他有一个有的时候有个周期。像现在这个周期呢，比赛比较少，所以呢，他们呢就是在过完节之后呢，就下一些训练期。我觉得相对来说啊，以我在国家队也待了十几二十年了。老一点的棋手，这里我说老要打引号了，像古力这样的，我不知道现在该把它归为老还是小啊。古力希望小，我们可能还是不是我们爱好者可能把它作为稍老啊，偏老的棋手、啊偏老就像他这一代棋手呢，已经开始慢慢的说，能少下一点就少下一点了，开始有点像是以节约体力为这个目的的这个备战。是。而年轻棋手呢，像陈耀烨这样的90后的代表呢。体力好像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我比赛的第二天，我下几盘棋，晚上下几盘棋也无所谓，不会影响第二天。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你应该很了解，无论是你在国家队还是不在国家队，因为你现在带的又是上海的围甲队，对不对？应该是很了解，确实是这样。反正我因为上海队的队员。基本上这个引号都要去掉了，都属于老的大部分啊。我跟他们在一块去比赛的，当前天晚上他们肯定是没有人在网上下棋的，几乎连摆棋都很少，就是那天晚上。这也是一个年龄的这个层次，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备战方式吧，我觉得是没错。这个棋下到这个样子，我们想要继续下去，我们等待这个棋谱啊。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是进程，我们现在推断不出来了。他是走这个吗？还是没有，这个是吃走这个，现在是他应该把这个先提一下，我觉得这个提一下也未必，他以后这个顶有先手味道，他也可以先保留。黑棋现在是白棋下，现在该黑棋，白棋补了这个白棋这一手补掉之后呢，黑棋感觉上是往这边过来啊，看一次他们都对我们比较信任，认为我们能够那个身兼数职啊。这个，这不过现在倒是这个战斗下完了，好像好久没下棋了。我陈耀烨在这个局部前面长考了一会儿，他可能在想是不是可以吃它，或者说他在判断一下形势啊。就目前我们现在这个啊，我们判断形势没有意义。对，因为他们实战下了很多了。这个屏幕上显示的就是这次的对阵的形势，就是说最后一阶段还剩下哪些人，是些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中国这边空着两个人，这就说明我们的人数是占有优势的。这是比赛的现场，从这两个人的画面你能看出来现在形势谁好吗？你对他们的了解？现在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啊，老的也好，下棋不到他已经板上钉钉的时候啊，很难看出谁好谁不好。
也就是都像崔泽汉这个外号一样，比较老，业内叫比较老汉。就像都像啊，这个李昌镐一样学习，最好都做到面无表情。是，所以我刚才对着开着那个姜伟杰的玩笑，我说老姜，那姜伟杰说千万别叫我老姜，还是叫小姜吧。对，你叫姜伟杰老姜，可能是有点让他承受不起了，我觉得。他是九零年的还是九？他是91年的吧。91年的，那个啊，对，今天那个不是我们的谢大志谢瑞，然后就倒脱靴了一下之后在那说，后来我们就那个朴廷桓就说了，虽然说是我是九那个不见得下得过那个就是意思里说是程耀业，但是我毕竟比程耀业年龄小啊，人家是90后的，程耀业自己一直在那开玩笑说，我真是为什么差那么2000，我应该就是也是90后，他是89年12月份的。好的，我们的棋谱快来了。然后了，请观众们稍等一下啊，马上就来。这个程耀业是89年的是吗？对，我一直把他归为90后这一代，其实他算是90前。对，是。当年成名的时候，我记得是特别的早。他是在06年那个 LG 杯。决赛碰到的那个古力、刚开始我印象记得不错的话是刚开始2-0吧，0-2落后，2-0赢吧，0-2落后，扳了两盘，然后扳了两盘，第五盘输了，而且第五盘形势是不错的棋。对，这个怎么说呢？毕竟那时候还年轻。现在也还年轻。他在前不久是0-3输给了周瑞阳。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你跟崔泽汉一样，0-3输给周瑞阳，包括你那个都是一个不正常的表现，因为而且从棋的内容来说也是这样，所以他还是有一个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时间来证明他自己有一个有所突破。因为他到现在为止呢是2连亚，世界比赛以他这个那个就是说06年就出来的话，现在是2连亚，还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拿了2个亚军。他确实提了一个啊，棋谱来了。提掉。接住。命令行。他是不是跳了一个？他走的是这个。这个。嗯。啊不，没有。他走这个。不对。白棋。等一下，白棋在这里的时候是吧？黑棋贴的这个。白棋打拔，黑棋打吃。白棋补一个。我这时候是该白棋下。怎么会呢？我们前面要从前面推单。飞，他走这个。白棋下来。他走。15-15。我们拿走吧，好不好？我们的原封再摆一遍吧，走到这儿。这前面呢，这个，因为我们在讲棋的时候呢，是靠着推断把这个棋摆出来的啊。先走这个黑棋贴这个。白棋拦下来。黑棋走这个。白棋尖。白棋小尖，对。黑棋这个。靠下来。啊，挖了虎就多摆了一步。对，走这个。他走这个。他走这个。虎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补掉了。然后他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好像黑棋优势有点大。对，没错，我当时也想说这个。没敢说出来。打吃。白棋走的这个。对，这个时候轮到白棋下。这个时候轮到白棋下还是这个。战斗挺。对，这个这一手棋差不起。本来我想黑棋这么过来，不是这块全是我的吗？对不对？他想提一下。然后飞出，这我看见飞这个，对，他贴过来，他不能忍受这个棋啊就这么被人家这样就过来了，这没法下，这不下的话这一靠整个棋形都不 对、一长，他一这一长完之后一糊，必须要把它分开，这是肯定的。其实这步棋有点撑的啊，他如果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往这边或者是这边，相对来说这个联络上会更好一些。这就是说不给黑棋退路了，没地方可退了，黑棋怎么补啊？没法补，总不能补这个吧？对，也不总不能这个二路溜回去。他比较强调的是这个靠。黑棋的这个好像感觉上，说实在的，那个人家就说了假。
棋有立场性，这棋不好讲。所以我看见这个感觉上好像白棋好像。每当我们讲就是这样世界比赛的时候，看到己方的队员就是有点紧张的时候呢，总不免为他担心。尽管我们不应该有立场啊。还有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人有立场以后啊，他的观点或者他的那个总是有一些偏颇的，所以这是不自觉的，就是说，或者就是说，哎呀，心思说他好，一会儿一般来说，相对来说悲观的比较多一点。总是希望他能够好了，赢得多一点，再好好拭目，这样我就看清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一些判断上有些失误的，也敬请大家的原谅。有一些出入，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他搬这个，他当时想的挺好，但是呢，问题是，对方能这边拐一下啊，这一拐呢，让他的心情会有点坏。他本来呢是想呢，就是走这个搬出来，打实我粘上，这样是最好的。但是呢，人家在这之前可以先拐一下。反正我是直觉上，我是认为这个黑棋有战斗有一点点的难，略有些局促。但是这个地方肯定要先熬过去啊。走这个，接住，打出来，那都是命令型了。长，切出来。对，崔振汉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战斗型的棋手啊。吃这个，接住，切。搬了力，这个我估计应该是。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是可以推断的。对，走这个。估计这要搬粘吧。或者先跳一下，班长会不会这边走两下被飞进去？要不要先跳一下？班长也是班长。有没有待会儿有没有这一跳先走被封进去？问题不大，但是对他主要是担心走这把他封进去，他不希望人家这个头变成硬的，所以要跳一个。走这个，他跳了一下这个。实战的进程啊，走这个。黑棋这块棋也没眼。就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在讲的时候呢，就这个时候陈耀烨想了挺长时间的，他选择了这个搬砖。他在当时在想这个地方有没有一点，是就是说留下一点鱼为将来能吃他的。看来是这个冲先手应该是没有，对别人这个地方是先手，不然的话倒简单了，这一冲一点就可以。对，是捕活。捕活之后白黑棋这块棋是不是，对啊，有一点，没有，他也捕活了，他应该是这个吧？对，走这个。这手棋为什么白棋走不到吗？白棋可以走到，但是他也没想啊，他觉得黑棋能在这里补一个。白棋什么时候走？还没有机会走到。对，一直过来的时候，你走这，你不可能断在我就随便了。那我想，白棋如果下来之前走，那是可以走到的。那他是神仙。对他就是也觉得这个棋对可能不是很重要吧？他觉得这个交换啊。但是现在您觉得怎么样？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进程先跟上那个进程吧，先跟上进程就没几步了。他就飞了一下。他是应该是这个吧，飞这个他飞这个。 对， 他走这个退一个，冲一下挡住。简直就这个脚，我觉得实际上黑棋肯定是不会坏的。就是从这个进程上来看，这个地方看上去呢有点委屈，但是它毕竟蹭住了。就是这个脚确实把它的那个后卫也取消。正如您所说啊，这个以后它往这一拖，一般大概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有点小搓瓜可能是。对，因为现在这个的话，由于黑棋活了，白棋也活了，这种子都很轻了，无所谓了。所以说关系不是太大，没有致命的。哎呦。刚说的活了，他还搜刮他一下。那也没问题，他是这个一，我老老实实往这一虎。我也只能老老实实。两只眼睛还是瞪得圆圆的，瞪得挺圆的啊。补了一个，这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执拗的，一执拗这退先手哪天就出问题了。所以还是，我经常是该补的时候要补。跟大家说，补棋第一要素，干净。这个是最重要的。效率是放到后面的。看样子你是不是在上海跟小朋友讲棋讲多了，现在讲的简单明了。因为我实践，我们是有要靠实践的时候。我出去看很多棋友，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棋友下棋，他们往往会下一些很复杂的棋，但是自己掌控不了。我只希望大家呢，
能够下棋的时候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棋局，他做到这一点，嗯，其实很不容易，说句老实话。那是，你这个东西你以为简单，简单其实是在复杂里面出来的，没那么简单。哎，对，这个小浩老的这个境界，嗯，确实是这个说了非常的。这是你教导我的，我只是有感，顺着你这话有感而发而已。要简单不容易，所以呢，我给大家推荐变化的时候呢，尽量就推荐一些大家一眼能够看明白的。那些复杂的变化呢，我相对来说呢，较少。而且还有一个好处，你这个我觉得从教学上来说，你要一看，哟，围棋那么简单，大家都来学围棋了，你对推广围棋也是有好处的。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就不瞎砍，您先给我们大家判断一下形势，这个任务比较艰巨。您觉得现在我在想，我在因为判断形势需要一个定型的一个确切的一个东西。我在想，也就是说把这个都落实完了，我们再来判断。他这个地方是怎么？他就这么贴两下定型吗？他就这么？你觉得白棋院会不会就这么简单的就贴过去？我觉得不太会吧。那然后他这边这块棋，这块棋他怎么来给他？因为这地方还漏着一个缝呢，你贴过来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拐一个嘛，毕竟也很难受。对，所以说这个地方没定型完之后呢，判断形势会有一些小困难。这一块棋他以后点一个，他大问题没有啊。但是说棋啊打吃这个小搜刮不知道有没有，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个人感觉黑棋的空不是很大，这棋不会有大的胜负可能。我怎么看着白棋空挺多的呀？前面就像你说了，你希望就是我们的就赢得越多越好。他接了一个。越多越好，可能性多的可能性不会很大，我觉得。毕竟黑棋的空不是那种对啊，没看见大的空。很大的，他这个地方一挤一挡，以后这个棋白棋的隐藏的目数挺多的。一挤一挡，我猴在这儿，我先给这块目点一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目，还是刚才看看挺小，现在看看有十一目，也能点出十一目来。对，也就这十一目，这个三目十四目是固定的。十四目。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这块棋我们粗粗的算它十目棋吧。二十四目。二十六目。二十六目是固定的。好可怜哦。对，主要还是这块棋。这块棋看来是他这盘棋最大的一块空了。大本营是他的十。算十五目，不知道补一手也满意还是？补一手总应该有的啊，补一手总应该补一手。就我不补的话啊，不补十五目，人家不一定肯，对，不见得肯。那么我们先算它，前面这个是二十六目，十四目吧，我们凑个整数，四十目，四十目，下棋下到现在四十目也是比较少的，对，目数不算多。画这个，画这是什么意思？他就定个型，他把这个地方。他不定型，他肯定要吃啊！我明白了，他吃。他就问你一下。但不对啊，我现在这不有点吗？点我现在可以团。对，我要先把这个收了，明白了。对，他要把这个地方先防一下，以免以后别人点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别人将把这纸吃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嗯。点一个确实，他虽然可以挡在这里啊，就是点这个的时候，点的时候他虽然可以挡在这里，但是别人是不是往这一点，他就跟你来。要跟你没完没了。对，先点完的话，你再走这，我就可能退回去。你现在退回去，我先把这先搞了。这个反正总的是你的公共地带，是你的。就是这种定型是体现功力的。就是年轻棋手最厉害的地方。崔振汉从时间上来看，用的还是蛮多的，已经读秒了。他不服。他要拖一下。嗯。确实，这个地方白棋有追求一下效率的这个想法。我能搬吗？这棋？搬的话，那他只能吃了。然后走这个，这样好像还可以啊。从我的，那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是个后手呢？哦，你也是，我后手没关系，我这个棋黑棋。但是等于把这个脚给补了，对对对，再拖的时候我能退了。他不担心后手，唯一的担心是他会不会长进来。长这个。长这个的话，我如果那就。他这个三个子可以不要，他三个子可以不要。我接住。接住他是不是会？我接住。接住他可走这个。我这爬回。他滚包可以。但是这个好像估计黑棋有点悬，这个有个点进来。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走，你提我吃。嗯。你接住，我接住，然后你要是点到这儿呢？
点这个我就先挡你一个，我你这个损失很大呀，我这个地方是可以有点灵活度了，嗯，我可以让你破掉点，我把你两个吃掉就可以，我只要生命没有危险，没有危险，嗯，这个地方你还是损木了，嗯，啊，这个是关键时刻，关键时刻再考虑他会不会搬这个，嗯，这个时候的几分钟还是蛮关键的，对，陈小叶还有十分钟，从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十分钟足够他在这里面好好。这个策划一下，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什么，胜负不在这，胜负现在在这儿了，他把宝贵的时间放在最，最重要的时候，高手经常说的一句话，嗯，输赢不在这里，嗯，但输赢在哪里呢，他们可能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啊，嗯，但是呢就是在这种这个要决战斗的时候，嗯，原来想走这个，他如果走这个他是应该是还打吃，打你打吃，嗯，啊，这个顶不住，这个是黑棋的意图完全落空，黑棋可以交枪了，这个还要补一个，这个白送了，对，他这地方走后之后呢，以后这个反而厉害了，嗯，啊，这以后一拖断是蛮头疼的，嗯，感觉上想要搬，他是怕什么，那个哦对了，我们还是要想想啊，他打吃一个有没有这种棋，打吃完了都再尝这个，然后再吃出去，他吃出去，吃出去，我觉得还好，就容易。刚才我就把这脚守住嘛，嗯，有这个你吃掉，可能会有这样的变化，我觉得，嗯，这个然后要不要打两下再？现在你这个刚才双掉就好了，现在伤不着了。下棋有的时候会有很多，嗯，哎，搬了吃了来了，追悔莫及的事情来了。他就是这么下的，嗯，是吧，这个其实太有心情搬这个了，嗯，太有心情搬这个了，不搬的话有点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这个靠，嗯嗯，没错，有的时候为了不否定自己，哪怕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嗯，就作为职业棋手来说这个气势很重要，白棋吃了，反正他吃，嗯，就是这个时候了，就是这个时候，嗯，他现在可以选择一个忍让，嗯，忍让的话呢这个脚我估计也问题不大，但是这个靠在这好像没什么用，就是这步棋有点，嗯，就像你说的有点被否定，嗯，啊，会不会接，嗯，这盘棋整个的进程下来我觉得算是比较平缓的，嗯，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啊，嗯，因为崔德汉的棋我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嗜杀的这个棋手，对，要不然他不会有毒舌之名啊，嗯，我们派陈耀烨上也是有针对性的，嗯，如果想跟他对杀的话呢，就姜维杰可能更对他的这个口味可能，嗯，姜维杰也是属于战力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棋手，嗯，想沾，我非常的想沾这个，我觉得白棋大概不会走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这个是不是这样啊，嗯，是不是这样，他有这样的棋子吗，这个然后再把这个走成这样，变化有很多，嗯，也不清楚他最后哪一个才是他心目当中最，嗯，最合理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个棋子走这个，走这我会不会长，你是不是要接啊，煎这个，嗯，煎这个你，我会不会搬了连搬下去？嗯，这个煎好棋，我就算退一个。嗯，那这个可是有没有可能？这个，你这样的话我就溜回家去了。啊，这我吃，应该吃不掉你吧？吃肯定吃不掉。啊，这算了，就这样吗？嗯。或者他这个煎有先手味道吗？然后再虎这个。我煎一个，已经活了。这块棋想要有什么动作，对，这个有，这个应该没问题，嗯，陈耀烨估计要把这最后的时间啊，好好利用一下了，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变化，对，看到变化其实并不是很难啊，嗯，难在一个判断，对，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嗯，这是我经常说的，我们做个什么，就做一下服务员的工作，把菜端上来，实际上来说，对围棋来说计算它是一个基本功，嗯，它形式判断，不，这个判断是一种转换的判断，有的时候一种形式判断，嗯，等于说你有了判断你才能做决策，你没有判断那你就是在那蛮干了，所以说判断是很重要的，嗯，光有勇是不够的啊，嗯，有勇有谋才是一个好的将领，嗯，
他没有照你下巴，他吃掉了，那他在担心什么呢？担心什么？是不是？那只有担心长出来了，这个因为这个是不可担心的，这个好像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绝不可能，对不对？这个绝所以他肯定是担心这个。他觉得不在他的这个脚刚才总总觉得看着有点心里直发毛，不在他的掌控之内。他吃掉，他提掉，他提。这个他至少他觉得形势不坏，或者说他觉得白棋这样下呢也不过如此。这个地方提掉一个，对他自己的这个没有什么后薄没有什么帮助，说不定还有点反而有点这个不好的因素。以后冲着打吃，就是这边如果中了是吧？哎，如果这个粘上以后啊，他反而中了他不粘他也过不去。只是有个眼，当然这个眼很重要，我只是说这个意思。反而中了他。也许说这个接住以后对这边收起来好一点，这个是就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你可能是这么判断。判断吧，我觉得。白棋黑棋拖。白棋拖一个。他的这个地方被打拔之后，他觉得没有什么，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以留恋了。这个脚上以后再拖，人家就直接往这一立吃你了。对，有可能就损进去了。这个又刚才就像刘世正说，我们是给人家那个当服务员的，那我们就当一下。其实这个托不是说搬了断了吃的吃这个，这个我觉得肯定是顶了搬进去的。对，在这个收官阶段，很多的招法都是要被重新审定的。如果是布局阶段这么下活个棋，我们可能要被人骂的啊。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目数为王。对。每个阶段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最后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扳的话，估计正常情况下只能顶一个。他这个拖，我觉得应该黑棋可以接受吧？对，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他现在这块棋，他就是看开了。我也不围了，你拐一个，我就往这围一个孔，我大概就是这么围，把这片围上。现在这样的话，这块棋有多少目呢？好像不止十五目，我们算他利吗？算他利，算我们挡住，我们脾气最好的是吧？十，二十目总可以算，我觉得，二十目加在一起就是有四十六目了。四十六目，白棋这个两块是固定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目半十二目的样子，就算十二目吧，十二目，十二目，我们这边就算他围到这里。虽然围绕这里差不多这一线，对这一线，因为我一拐，我往这跳，差不多就是这一线多一点啊。二四六八，二八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亩应该差不多。二十亩，这个是十二亩，这十二亩，三十二亩，那三十二亩，三十三亩。那如果这么算的话，赢的挺多，旁边十几亩了。黑棋四十六亩啊。这个。白棋现在的整个应该说是白，比如说这地方你收白棋有一点成长空间，黑棋是没有的。白棋的成长空间，我觉得这个你看这地方，比如说这一走这一级，这还有几目棋，这一顶这还我们都没算，这个又四目棋出来了。那你这里走不走？我想问你，小浩了，你如果就走一个，那该我走，我这一拐，然后我这收两下，这个谁的成长空间大就不一定了。赶紧把这爬掉，这个爬特别大。你的意思就是说后荷包是在变化着的。对。那么你那我想问你，拖了之后他为什么老不下棋呢？老不下棋，这时候好像除了这个好像没有别的下法，为什么他还不顶？而且白棋又拖，说明是黑棋又不顶，也就是说白棋这个拖黑棋是很为难，我只能这么替他推理。还是他想搬下去，他有这个想法，一定是有这个想法，所以才会。我觉得啊，因为你走了这个以后，这整块，您刚才不是说一直说老想着能够再收他一下吗？这一拖以后，他一走肯定走后了，后了以后他有目，他也许损失一点这个，觉得再收一下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这个大型的构思。这个就比较他比较注重这个拐的话，比较需要一个那个，比如说搬一个，挡住，但这不能连搬，主要是比较痛苦。对他这个两个子，他随时可以弃啊。不能连扳，只能唯一的难受。他要不，那我吃进来，我估计陈耀耀会很心痛的。他可以粘上吗？如果不能粘上，我觉得还好。粘上能粘上吗？这个粘上我能这个吗？
它断一下。哦，这边还有一个，这断那有点危险，这还有个飞下去。下这不靠谱，这有点风险。嗯，那如果说只能断一个，我觉得这个棋损失太大了。如果可以这样还好，只能查、如果我都是你的啊，那我搬。嗯，我你连搬，这可以连搬了。对，他就在想这个可能。然后把这走走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现在走这，那我是不是只能打拔呀？我搬的话，是不是有点危险一段？打拔你也有危险啊，打拔你走不是没有风险啊，这棋。哎，不对，你走这，我走这，不，你把我这吃了也不行，我一吃我想立呢。如果打拔，我们来看一下，他把最后的时间用的差不多了啊。嗯，他等这个一瞬间。这个被我断掉，打一吃、或者说我搬一下。再断掉，这个危险吧？好像不太好。拖一个嘛。他有两种可能，一种在想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读秒之前把整个的一个做一个整盘的一种考虑。对，这个就读秒之前也是有这种的，因为他们说就是说，因为最早之前为什么中国队呢？就是说团体成绩就是农心杯的成绩很差，说实在有点汗颜。但是呢，当时的时候在国内呢，就是没有一小时的比赛。后来棋手经常说呢，就是说觉得平时保留五分钟读秒，一分钟好像也挺好下，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不能下呢？就是说他突然就觉得像人家开车。这有棋手专门跟我说的，他说开着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就变成一分钟了，他有个适应的过程。对，嗯，因为以前常浩是经常常客这个，他就说这个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那个保留时间用完到那一分钟转换了那一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是一个危险区域。对，这也就是说，很多有的棋手就是在决赛的时候，大家看到在那个就是大家在拍照的时候不下棋，他就是想把这一段过去了，他情愿浪费这个七八分钟，他要把那段空白棋过去了。对，但是在我们说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搬。选择了搬，他想了那么久，对得起自己用的这点时间。但愿吧。这个好像。黑棋没有按照我们说的啊，如果说顶他如果断，那我们就那个高高兴兴的笑纳了，不可能的事，很开心啊。就是这样，现在对于两个棋手来说基本上不会下得太快了，一分钟的时间要用足。最好是能立，我在想最好是能立。我们再看一下吃了接住，当然我能先手吃掉这，那我这个地方已经是木了，他肯定应该接住。他没有，这个我走这单关啊，这个虽然要补一个，但是损失个脚上的地太大了，是吧？这个没心情吧，顶了。没有点担心这个还是这考虑的比较深，他双方其实都是互相担心这个地方的保卫。他搬完这个之后，这个黑棋还是没有办法连搬。他不是打着，他是打了走这个，是可以这么下吗？对，走这个，但走这个的话，他只能打一吃虎漏，虎漏计来一下，打一吃，然后是。这棋不舒服，对，吃走这它有个靠，吃掉好像。走这个你小心我这个长的手段啊。那吃掉的话，他这提一个，你这个棋好像不是很，不是一个特别满意的。但是他在这里有点想抢先手，如果白棋拖黑棋顶的话，我觉得白棋是便宜下不走了。他估计会在这边下棋，这个档也很大。这个招式出乎意料。我明白了，他是准备这么吃。
然后再藏出去。黑棋打湿了这个。嗯，这个没断吗？这个是不是没断吧？没断，吃死了。如果这个我给大家摆一下，以我这个这么快的断吃，我觉得是死了。嗯，你不用走别的，你不用走别的，你这一走就死，他得先搬你一下。没有，我就说那边如果活的话，这地方本身是死的。啊，就本身你就说这个地方。对。好。好像一气搓掉了。这个要摆，这个要摆一下了啊，要摆一下了，走这个，走这个，我知道你是说白棋打吃这个是吧？一分钟之内，这样的计算问题不是很大，我觉得，啊。对，黑棋这地方有个小尖，这个小尖是收气的好棋。你如果说是他提一个疑问啊，小浩老。那我知道你有这个吃这个是吧？嗯。吃这个，然后再吃这个。好像不成为。然后再拐下去。不成为问题。对，因为这边还有那个，没有任何问题。我立先手的话，我一猴就没问题。嗯、哎，这个陈耀烨还是。所以白棋我们这么一摆的话，等于说黑棋爬的，白棋藏这个的时候，黑棋不能白棋不能断。白棋只能爬，只能爬这个。嗯，哎，这个黑的还可以啊。嗯，这黑的可以。对，有这个。这个立先手，这个拐先手。另一个也是先手，这拐也是先手。嗯、是。这个比较舒服。嗯，我也觉得这个白棋，黑棋还可以。白棋就是以后这个点。反正你现在保你不敢点我。问题也不大。嗯。点完它，我哪怕我就爬回也可以。嗯、对，没问题。嗯。白棋在前面那一带，我觉得下的还是被他挡掉了这些啊，猴掉了。嗯，猴这个，这个猴是好棋。嗯、这个插这个要不然你别不、哎、别的地方你走这搬粘线走插，所以这些都是职业棋手的这个基本功，应该算是、嗯、啊。看上去好像也没差多少，我觉得很多棋友会毫不犹豫的往这一虎。两目棋就没了，白棋显然不能这么做。其实这个棋是个胜负点，白棋走这的时候，黑棋这个搬，他白棋是后来没有，他吃了，提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白棋是显然不能这么爬，爬的话就按我们刚才的判断，白棋应该是不灵了，因为这个太薄了。对，白的局部亏很多，这个棋，他目数都不便宜，而且厚薄亏很多。帮我拐下来，他是要断吗？他肯定不能走这个，他应该是走这个了。哦，走这个完了，他走这个。对。应该是这意思。黑棋，那黑棋如果退一步说，我单走这个，单粘上。他现在实在已经拐下去接住了胡了。陈耀烨那么自信啊，对于这个局部。他问题好像也是，我就算现在是很想走这个啊，我非常非常的想这个，我走这个能不能走？走这个有点失去理智吧？啊，走这个，我一挤你不已经死了吗？你就挤都不需要挤，就这个就是反正我也是个假，你现在做眼已经做不出来了。我觉得我只能走这个吧，哎、我走这个，如果我先手活了，我再打着这个，你要立下去，我走这个，哦，这有题，我后手活。走这我搬过，我是先手，我还要问你这个了，你这个立不着了，我要往这儿搬你了。打吃，打吃他可以忍，啊，他走这个，他传这个，对，先打一吃，先问问你。打吃好棋，而且这几先手，这跟这边是不是也好一点？啊，他就贴这个吧，贴他这个团是先手。我团先手，团你会不会挤我？挤你挤。冲过来冲，啊，好像不怕，这个有团的心情。我团完了，我就如果这么活就好多了。确实，这个棋形上的这个问题啊，嗯，是让两个棋手都很纠结啊。他贴这个，按道理来说是要走这个的。从这边开始，从这活好像实在是不堪忍受吧？可能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因为前面那么大规模的时候啊，战斗反而是比较普通，大家就草草收场，反而是这种特别小的地方，气氛十分的紧张，显然像是这盘棋的这个关键的地方，我觉得，这块棋他走，他一挤就产生了一个。
死活问题了，我觉得一挤我就接住，接住我这个飞，那我挤了，你要小心啊，我们可以来一下，来了团，嗯，啊，如果他挤这个啊，我反正我这一飞啊，我先不接吧，我先那个留条后路，你得走这个，给自己留条后路，看一眼，走这个能接住，我可以走这个，可以吗？啊，你可以提，太多悬而未决的东西，这棋打劫，这又不有劫吗？你，我这个都先接掉，是这意思吧？你接掉，接掉你也回不去啊。我就刚才先接掉吧，我就先看一眼。嗯，就对，你得先接掉。嗯，先接掉，我走这。你无论你走哪，我现在就这样挤过来。这样吗？嗯，你走什么？我粘上。你粘这个？哦，粘上你可以骑这个打劫就是。打劫嘛，我总不会有生命之忧吧？小心啊！我比如说我走这个，嗯，我可以选择太多。这个棋啊，嗯，一分钟的时间对他们来说这个考验有点大了，就牵扯到死活问题了。这个棋现在团这个他没敢走这个，对，这个他没敢这么下。这个等于说是马上就下完了，等于说无论谁都有下完的可能。对，对，他走这个，他现在这个也挺厉害。嗯，我现在就这个问题很明显，我这个棋你要让我扳倒一下。这个地方我这个好像目数也还可以啊，你也只能这样了吧？这个的我都觉得得接住吧，这个再被挤一下，接住了我才能反击啊。对，你这个挤，它可以走这个的，它可以贴这个，这个打劫。没有啊，我挤之前我先提一下，你肯定得接住了，你总不好意思现在吃到我这儿来吧？嗯，你肯定得接住嘛，然后我再做活。你不能说是你在这地方再先手，那你我完全就等死了。提了，实战就提了。提这个，嗯，他粘上。我接住，照理来说应该这样，大家和平共处。然后你补一个，我就立一个。你要搬我，我有点、稍微有点心痛，真的有点心痛。你现在搬我一下，我很心痛。但我肯定，现在搬我，我肯定。赶上来。我想打住，这打完了你不是不活吗？待会把，如果你补完了，但我可能只能忍。都大概只能这样吧，这样上来，这我只能上来，这因为这块棋现在只有这一个劫，这不是劫，这有活棋，这靠还是有所价值。嗯，我们啊、现在离我们转播的时间倒还有很长时间，我估计、接住了，在他们搬没有接，对啊，我的意思是他是不是直接想抢个先手，这个太大了，这个嗯。直接搬的话你我先算冲吧，我们总是先看最简单的、这也不简单，现在没有简单的了，就白棋下了最简单的，现在白棋没有简单的，你怎么简单法你告诉我，你自己不活怎么简单法，嗯，这不是我冲啊，冲了断了，我现在你走这个哦，你要断我这个是吧？嗯，我这也有一个打劫，其简单，就像你说，简单简单不了，太恐怖了，对。那也就是说，哦，这东西都，哎，你不能去冲这，它有我这棋有没有直接冲啊？嗯，有，一样啊，我打了粘上这个，我总本来就走这个的。哦，那没用，总是断不进去。就是你走这个以后有个瓦粘，没什么，就这棋分不断白棋，分不断白棋，你总好歹你这意思一个回去、嗯。那我只能回去。对，你走这个，我补一个也可以啊。这个棋不是，嗯，走这个，这样我打住你，你这个地方留个这个嘛。嗯。也有他的道理啊。嗯，就这样。他就走这个，走这个之后他就补活。嗯。补活，你现在走这个，我真的要打上来了。嗯。但是现在这棋白棋走不走无所谓，白棋是不是有可能从这穿？你刚才说的穿呢？现在没有穿，对，等于说这两个是其实是这边跟这边见合了。但、就是、总体来说，黑棋好像不便宜吧？白棋便宜，它也只有这么下啊。那我觉得亏了。嗯，崔振汉在这种局部的绞杀当中还是有点亏了，应该亏了，有点招，没有什么道理，那还不如顶住呢。刚才。他的现在他有一个好处啊、嗯、他以后有一个这个挖完这个虎，他留给你留一个这个东西，嗯，这是个很大的隐患啊、这是官费，你不是、这个、你不是这里还连不上吗、嗯、我这一挖一虎我还是现在就挖了，
没补活，直接挖。没补活，这个先挖掉它。挖完之后，它是虎吗？还是山上？鸡肯定不会吧？它，但虎我怎么，虎好像。虎自己也留有。对这个。这个其实就盘根错节，这实在有点儿。嗯。头绪太多了，我觉得。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要开始以欣赏的角度来看他们下棋。对，有点惊心动魄的棋，看每一分钟的都有的强大的心脏。每一分钟的变化都开始多起来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盘棋不是最后一盘。相对来说，我们还可以欣赏的态势。还可以抱着欣赏的角度来看。是。去年是没有记到，去年是谢赫。一个人收掉的，对，但是谢赫当时第三盘的时候，第一盘等于对他来说是第一盘，对的金志熙那盘棋是，形势一直是非常不好，后来逆转的。当时我们都说实在有点，不能说不抱希望吧，但是有点那个觉得，那个的时候他后来是赢了，然后后来两盘下的是，特别是跟李昌浩的那盘棋是下的非常，李昌浩也非常的顽强，下到了晚上的6:50左右。哎，对对对。据说那个当时的网上还传了很多的那个，就是说，很多人就在那老在那刷那个看啊，就是说结束没结束，刷着刷着地铁都坐过站了。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就是说围棋的魅力吧，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偶像的一种那个。带给大家的一种品牌吧。前面我看了一下研究室里面的这个谢赫和张卫杰，他们好像也在跟我们干同一件事情，他们也不怎么摆了，就在等着看他们两个到底下什么。这个时候确实这个棋蛮紧张的。他粘上之后白棋也只能站住。他粘上的目的就是说，你不粘的话，我挤你了。我粘一个总比不粘好。这个要粘上。因为这样的话，你毕竟是虽然没断点，我自身也变厚了。应该是这么理解。要不然的话，他可以挤啊。他还是有，他以后还是有断。有断的话，就是说相对就是说。对，我至少把你弄出个断点来。我这个你、啊、你这个就别惦记我了。对，就是我们互相和平共处。我这边变厚了嘛。对，你要不走的话，我挤一个也很大。挤完你不理你，这个拐过来就没意义了。这个白棋只能接住。哎呦，白棋断了。白棋断了，哇！这种棋，我觉得，他一定是没有十足的这个把握，断一下，只是看看而已。哎，断一个，如果我你刚才来的这一套，如果我不是来一套，我是比较黑的，想走这个，走这个，这个别倒脱靴啊，然后我吃掉，我就hold住，全部就算你有三口气，那他肯定是要走这个，没有走这个没用啊，我一吃以后我一虎啊，不是我走这个。这是你要跟我直接就打劫。哎，对对对对。哦。他为什么叫毒蛇？你应该这个绰号，他不是白起的。立了。但是打劫，我跟你说，那个我觉得不太怕。那个刘思珍啊。这外边这个被断开，这外边总应该有劫吧？外边有劫，不是你本身你这个棋你怎么来？我虎啊。处理好。我虎啊。你虎这个。我只能虎、这个。不是你注意啊，小浩了，我再走在这里啊，走在这里啊。对啊。你这个地方后手断我，我怎么后手？我虎断了是想粘上，我是粘这个的。哦，这我不要了。哦，他现在防你这个断，那有点恐怖嘛。这不太对啊。是不是这样？我个人这么理解啊。嗯，这不太对了。他现在打吃是只能走这个了，他就刚才就靠也没有了，我立不立我也无所谓了，我就往这一挤。但是我立不立也都是无所谓，反正总是你的了。跟这个没关系了，其实他这一段。是。我后手断。你打吃，我粘上。那我还。你虎。我明白这个后手断。这。我总不可能跟这边杀吧。先不能考虑这个问题，但实在没办法了，大概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可能动下脑筋，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
动什么脑筋？没地方动脑筋。就是你，因为你如果这个地方干瞪眼了，那不是只能在这动脑筋了吗？嗯，这个好像感觉上有失误哎，这袜章有失误感觉。袜章有失误，他对，所以这种时候啊，读秒的时候比的是谁不出错。嗯，这个太重要了。他现在还没走啊，他这个立到这里的时候，他在想，他肯定是感觉到了，感觉到了来了，虎现在补一个。要找这虎也不对啊，往这他这等一个，那我如果先粘一下，让你补一个，出大问出大事了。这现在已经流行语。嗯，是啊，他还好，打实他倒也无所谓，这个走不走他就把这吃掉吧。嗯，我这两个他就把这吃了。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他把这吃了，也不一定。这个是死的。哎，这是死的。这有个打结，这打结。哎，不、嗯，不一定，不一定，这是。不，这有打结。有打结，这那黑的有了下啊，没那么简单。接住了，白棋接住。嗯。白棋接住。白棋接住，那就不一样了，接住不一样了，他走这个。这个现在不能挤，现在挤吃了断子先说没问题，这个棋不应该能够杀得过，不太可能杀得过。那就是大家和平共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样是吧。嗯，走这个回归自然啊，回归自然，黑棋便宜了，这一吃这块棋还没活呢。活是活了，打到就活了，但是外边薄啊，回归自然我打到一下，哎，现在该谁下。这个白棋粘上，你走这个，该白了下。这招哪来的呀？这招我现在补啊，我得补棋。那我为什么不先打断再打？可以打断一下，就是打断总是好的了。补活了，嗯，补了，嗯。嗯。哎呦喂！一身汗。嗯。不是一身，好几身了。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他走啊？确实，这个棋杀气的话。白棋可以打在这，打在这好一点，可能性不大。白棋可以打在这，打在这可以。黑棋把它打断，打在这你就打断完粘上，这个粘上总是你的了。嗯，粘上以后总是你的，那这个交换一个，先不走，先不走啊。嗯，赶紧先走、这个、接住。嗯，这会儿白棋应该在这边压住，对吧？这必须要压了。还是要点目啊。嗯，哎，已经走了，哎，跟我们实战一样，跟我们下的一样。嗯，哎，这个能打他就没粘了，他就不粘了，直接贴这个。啊，那是一样的。啊，好一点，万一哪天有可能挤在这啊，真的不是万一哪，他以后就是要挤在这里。嗯，对，这地方就贴回来了。我们正常就这样，然后贴住，然后这边飞一下，这先尝一下，尝两下吧，嗯，尝两下吧。然后飞一个，它飞住。一个飞住，嗯，我就把这个赶紧爬掉，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感觉上也应该搬住。我们就这么点一下木吧。嗯。挤一个，看看你走哪里。这个。那就这个现在不做，将来总是我的啊，嗯。好的。就算成我的，然后是这个大还是这个大？到了官子，嗯，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比较复杂了，不是那么简单。你们就在这时候点点木吧，就点点木吧。啊，就这样了。二四六七，二七四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十六，二十五，这块二十五。四十。一二三四五，这刚才这块是十一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五三十七，三八二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是四母的样子，十一，十二三四五十六七八九二十三十三一三二四七，四一二四六二六十二三十四四五十六七八九二十二一。看白棋这边的是怎么一个搜数的这个一个状态，我觉得三四四四五，嗯，四七七，
这个跟我们下的一样，到这儿，这个还没走。对，黑棋这边走的，这个没接差远了。这如果接住的话，我觉得黑棋好。现在等于说这手提了以后，人家将来还可以提这个，等于你提掉这个，他还可以提到后边漏过去。嗯。所以说这手棋的价值非常小。一个疑问啊，如果你走这个，尖一个。尖了虎是吧？嗯。这个地方该怎么收拾个问题？这被虎有点难受，可能他不能走这个，他大概只能往这边走。那我能不能靠呢？靠就没什么意义了。哎，靠完万一搬过来，我靠你一个呢？靠一个是吧？都长了，这个已经走成这样了。这边他要想考虑一下怎么，这个可以先把这个可以啊，已经长了，也要长掉它。这边该怎么进去是个问题。我觉得他走什么是不是白棋都会挡这个？对，说不定还不如先爬一个。那就先爬一个，他飞的话，但他飞的话，你还可以钻进去。对，你可以钻进去，有可能就是单爬一个。这个好像走不着，这个可能再走也没什么意义。这个有点有一点风险。这个我搬了打吃了贴一个，你有一点点风险吧。我关子的时候也是尤其要谨慎啊。这个时候也不能出什么差错，尤其是细棋的时候啊。然后呢，我最近跟你讲棋，好像细棋的可能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就是一定要我们这个形式要判断这非常精准才可以啊。啊，这个我们判断刚才给他多点了一目啊，他走这个，这个地方没有十二目。对，这个地方都是黑棋的权利。对，等于说黑棋如果挡住的话，白棋挡住。白棋挡住的话，那边走完了不过这冲完了也没关系。不，他搬粘完了，可以不是没有十二目？反正没有十二目是肯定的。小欧，你知道现在在考虑，他就在考虑这个地方如何进去的问题。可能你这个靠他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我认为。这个靠蛮紧凑的。因为靠完你不走的话，不走的话就搬。对，我搬掉，或者我先搬完一个走一个，这靠谱一点。你就不给自己打一下，你就把这个子吃掉，就蛮。白棋挡住了。这个必须得打。这一到细棋讲棋的时候，挺受煎熬的。是我就是有这个感触啊，尤其是我们带有倾向性的时候。不过这个煎熬啊，相对来说还比有的时候你干瞪眼输的时候，然后还在那下，那时候那个煎熬，我觉得那就是不管怎么说，你还看得到希望。当你没有希望的时候，估计真的是煎熬了。是这个棋一定是看得到希望的一个棋。这个棋黑棋现在，我认为绝不能说落后了啊。还是一个军事的态度，就是这个地方。你如果现在走这个，如果简单，这个也不是不简单，但关键这还有个穿，就这样。穿我们也就就这样，这样跟刚才那样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简单的把它收成这样。这穿也没什么意义了，反正也就将来是我穿一下而已。就这样吧，我们收个简单的。虎一个。虎一个，他一。退一个，他退一个。四啊，我的马上可以点目。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三十目。31、32、33、34、35。这是11目，46。46。可能稍微多一点，可能有点46。怎么样？他大致是这样下啊，他走这个。现在这怎么样？就是这样下是吧？没有这样下，如果这样怎么样？这样下，我觉得该黑棋下吧。该黑棋下，我觉得黑棋能下。这关键这有个劫。这是我没有办法很好做出判断的一个问题。他白棋可以提。走这个也可以挤打劫，都可以。
那照这么说的话，这班不见得好，哪天说不定这班是个劫财，劫财，对。但是他要用这、嗯、用这一次时间，对他来说很重要。他靠了一个啊，他希望黑棋班，然后鼓直接就进去了。这个是，对，这个是最开心的啊。是，嗯，这个就一个字，爽，这、嗯、孔全是你的了，对，最大限度的。那黑棋是能不能挤呢？或者退一个？现在退一个好像也没什么意义，他一跳住了，对，他可以跳住，他只有挤。挤我搬的话，我搬这个你是怎么？搬我就，我挖战你也虎在这儿了。马掌我一虎、嗯、我还是要围这块扣，这好像也不太对，你吃下去也不太对， 这很痛苦，大概只能推这个，好像只能推这个，只能推一个，我走这个，嗯，这跟刚才又小小的有了点出入、嗯、退了，只能退，没别的棋可下，细棋啊，这个棋这样的，刚才这点了30目，现在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9，20212324252628293132，多出2目，白了多了2目棋，啊，那也，黑的没有减少吧？刚才虎过来了。如果说是你能够走着，将来走成这样、跟刚才你黑棋点了多少目？大概是差了有一目棋，也还好。来回就差了3目棋呢。这个是韩国规则，是黑棋贴6.5目的。黑棋稍稍有利一点点，跳住了。这个还是比想象的要大，刚才你想象只点到这儿，现在你看这个整个，我如果这残走是我残到了，对，我搬虎，如果搬虎没有用，搬虎没有用，你加不进去，我知道您想的是就是说走这个，然后将来这地方有个冲，我这没黑棋，我将来有个冲想加进去，噔噔噔噔，没气，没有死了，另一个吧。这个是下棋的时候，棋手就觉得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厉害的时候。对，点进去哪天可以穿进？现在不会走吗？现在走进去有意义吗？现在走进去他就走这个，走这个冲一下，你有意义吗？哪天被人家一冲再一断，你难受，很痛哦。所以你要把这个立掉。把这下立掉，这也就是一个目数的问题，冲到这里，你立一下，把这立掉。它有一个好处，搬粘的时候你走什么？对呀、等于说你接也好，你胡也好，它冲完以后它这有个挤，可以抠掉你一目。你可以走这。那走这的话，这个穿就变大了。对，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层出不穷。穿完以后，因为你贴住这有个冲过来，对，所以这个胜负都是在这半目之间。你看这个穿过来，就由于这尖就不一样。你贴的时候一冲，这有个冲。为了这基本上是有先手意味了。等于说，我就要求你必须补在这儿。补在这儿是正常的分寸吧？对。那就我就一目棋拿掉，然后你也可以点进去啊，你点进去也挺好，我觉得。我点进去便宜还是不点进去便宜？点进去，然后你走这个，对，我贴住，对，你就冲一下，他还得跟着你走一个，他残掉，对，他接住，还接在这里，接在这里，我以后急，你得缩回去，这样。我走完这个，走这个，这是我的权利了，是你走不着了。一挤我就拐了，我就挤掉这个嘛，这个我算拐掉嘛。等于说是，如果说这样你挤，我现在挤你可来不及拐啊！你现在就难受了。现在我很痛。但是你没有关系啊，我觉得你干嘛非要挤在这里呢？你冲完之后你就走这个，你这个挤没有关系。
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对对，这有一幕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幕。十一幕。嗯。这块呢，二四六三六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这样黑的稍微。二七。穿进去稍微便宜一点点啊。嗯。穿了。穿了。哎，他没有先搬砖，但是。没有先搬砖，先走这个，意思是差不多，意思差不多。因为你无论走什么，这个总要补一个。如果穿上冲，哎，他是准备贴了直接冲的，嗯，你走这个他就直接冲，嗯，他不走这个，他走这个，等于说你接住我再冲你一下。他们有可能在他挡的时候，然后我再搬砖你这个。啊，你说哪个挡？我就直接冲嘛。冲我打吃。接住啊。你不补了，你直接搬到我这儿，不会吧？有可能。哦，也有可能。也无所谓，那你就直接不好说。你直接搬吧，比较那个简单，我们看的简单一点。我们看简单一点，我们先摆简单的。嗯。啊，围棋思考方式由浅入深。嗯，你走什么？先从简单的开始看起。那他按照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无外乎哪个？他就他这个吧，我估计这个比较好。这个，这个我不用补了，你冲的话没用，你走这我走这个，嗯，这就算就这样了。那我也不走了，我就走外面，就、啊、就差不多这样定型算是、啊，应该是这样。但有可能会不会直接冲这个呢？直接冲搬，冲就有点复杂了。嗯，我搬在那里补一个。目数上现实的先亏一点，嗯，需要计算，也未尝不可，倒是一时间看不清楚，嗯，搬砖最简单，完了之后就看他这边是怎么，他是提、嗯、还是这个地方爬回来，这地方走什么，对，只能爬回来，爬也有爬的问题，爬你这个夹夹不进去，你粘的话呢你可以夹进去，嗯，就粘上吧，就行。嗯，咋还粘上好？粘上这个，万一这个地方还能扣掉两目、嗯。对，赶紧顶掉。嗯，这个搬砖掉。陈耀烨现在利用这个时间，我估计在点目了，应该是。防守也是不错啊，这里我看上去有点惊险。啊？一路搬了一个。搬这个。嗯。搬这个没什么花头，基本上是这样的，打粘上走这个。不是啊，这个有没有可能别的吧？这个。这个不接，直接这个可能性没有，除非你是形势特别不好。白棋。嗯，对，基本上不会。不，这个本来你也不知道走什么，啊，你挤这个是吧？对啊。挤的打回去。挤进来没有啊？你走什么呀？本来就是这么说，我挤掉，我只能。那我就打回去 啊你说我粘上你跟我拼这个是吧，对啊，我现在没有直接挤了打过去，我是不是比那个粘上大呀，白棋提劫了，没有打、嗯、没有打这个直接提劫嗯，白棋显然认为形势不是想象中那么乐观啊、嗯、对，先提一个，其实提一个的就是说你接住他就要打回去了，我接这个，对，对，那他是要打回去了，他这个才，那这棋有没有可能不接，直接搬到脚上呢？但这个有可能被打到这儿来了，都不太可能，这好像不太可能，连着搂回去了，这一打一个搂回去，啊，不是搂回去，我觉得搂你只能走这个，没搂回去没问题，我脚上有个眼，啊、有这个心情。这个比较难，这个比较难。一道关子头绪太多、嗯，反而比战斗的时候头绪多。一分钟要做出决断，等于说这个接住的话他想搬、啊，你看他还是手伸在这个搬的这个位置上面。因为你这个被先提一下的话，已经便宜了。这棋要他也没打着一下啊，只能蹲出他让他吃回去，要不然的话这被搂回去肯定简化局势了，那就是、嗯、走。如果你只能打回去，可能黑棋是可以接受的。对，他是把脚把这
把它提掉就可以，我不跟你打回去了，打回去了，打，现在黑棋肯定是打他有可能直接就提，他现在要问有个问题啊，你现在如果走提这个，他是不是要把这个给你粘上？粘，你粘上这个给你杀气，有可能吗？没可能吧，你都把这冲掉哎。对，我就把这个冲打掉。提了提了，打过了打过了啊，打过去了，实战提这个打过去，打过去，提掉差不多就要进入点目的状态。这提不提无所谓啊，已经活了。对，但是这个尖上不是有这个目不也很大吗？你收吗？这样一看，他这个扳倒是反而有损目的嫌疑。嗯，脚上不是也有个先手，所以他不见得要提。挤一个。对。现在他可以走该走的关子，还有什么大的呢？扳粘啊，这个扳粘多么诱人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两个应该粘上也很大，为什么？粘上完了，他提这里还有点小问题，就是我提一个可能是先手。为什么先手？哦，这有个这个，对，没错。嗯，就几步棋了。我觉得在直播结束前应该可以有一个大致的结果。比如说这棋如果简单一点啊。我们把它接住，简单一点。我总想着看到一个什么，比如说这样，你接住，那我粘上，你走这个，对，把这个算搬粘掉，对吧？弹掉，将来搬粘掉，这个为什么它不搬粘掉？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这样，我们就点目吧。两次打将的机会，提掉了它。啊，它提掉了，那我们也不摆如果了，还是摆结果。哎，还是摆到实战吧。对，终于实战我们。走成这样，现在他就留给你两个选择，你要提这个呢，我就走那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目，棋有三分之一也很大。啊，这两个他也很难判断到底哪个大啊。这块是算打掉吧？二四六，三六四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三二三十三十三五四七长一下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二七二八二九三三一三三五三长一下他要十一十二他要搬了吧应该是。真是挺细的，细棋是吧？嗯嗯，从凭直觉来看是点了几遍，我都没有点拿出一个准确的说谁一定赢啊。那这个总要搬这个了，或者他要接这个。搬这个了，粘上不会，他要搬这个棋。搬的话，他就冲了挤你一下，我觉得他现在是啊。冲了几下应该先手吧，哦，他直接冲这个了，还是这个大。嗯，他觉得
反正这样，是吧？往这一走，嗯，顶了粘上，这个粘也挺大。55-56目，是吧？我觉得应该是白起好，因为如果这么下的话，白起好，但是我看不出黑起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呢，因为这个很大。对，这个大，这是双方的，等于说如果说黑棋要走的话，白棋已经斩木了，黑棋本来接住它有木的，所以这个最大。他主要是把这个这一打师把这边的木数全部都收下来了。对，而且这个接也是变厚，说这一起以后这个将来这个段全要收的，这个肯定是白棋好。那这么说的话，他这个班似乎应该先把这个粘上。嗯，这你看这一棋这个一立这一段这成什么了？不，你提我只能粘这个，我粘这个。你粘这个，我这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还有，除非你是这样。哎，我断你这个呢？对，除非你是断这个。我这个断你这个。这是个。我吃。嘿，你还往这儿吃啊？然后我搬。哦，你可以点我这个。我本来想吃了猴这个。哦，我以为你是走这个，我以为你是这个。这也有一个问题，然后粘这个劫财有力，我这个提掉白提你的，这个是黑棋就是欠着的东西比白棋要多。对，这个是我前面想说，好像黑棋也没有，就是白棋如果不想让黑棋有退路啊，它只是单断就可以，白棋是不可能，黑棋不可能往回退了，这一退就全部对了，吃了接住了，白棋是虎在这儿的，意思一样，反正你走这，他挤在接在这。他这个他看要不要断你呢？现在是，正如你所料的，这下那个应该能够出结果了。能够出结果。嗯。主要是，确实快到结束的时候了啊。那么他什么？他打了粘上，打粘上该。白棋准备顶了，因为这地方有个靠。你走这个，他可以团这个。啊，团这有断也没用，没用。他这个是先手，这还是有这个。你团掉这有个断一样的。他可以推这个。对，没有用。这个棋。可能比较不太有翻盘的可能性了啊，这个可不是半目的问题了。其实上来之前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谁上都很难讲，真的。看上去陈耀烨应该是崔哲翰的这个克星，说是。但这一盘棋真的是讲不清楚。是，他已经是很稳健的提了一个，因为这个局部明显是不跟你搞了，他就。这个就是右边那个左边那个结果明显是黑的亏了，这个地方是吧？对，他这么下去，我觉得他还不如单顶一个算了。对啊，是啊，真的不如单顶一个。对，是，所以说在那个他的区域内把黑棋走了一个后手，所以明显亏了，本来应该是挺，你看这个都不跟你打了。不是，我有一个，他这个怎么打出在这里的？对啊，他为什么不提呢？这个是个错觉了，勺子啊，对，差了一点儿，但是可能跟这点没什么关系。实业棋手也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啊，往这一打吃，其实棋在这里的话，他先这边两个全提通了，这一步白差一目棋，这个是绝对是一种错觉。一般的人都往底下一搂过，就搂过的感觉，就是顶一个小插曲吧，或许他觉得不差这一点了。挡住。这其实这肯定是。这个地方明显损了，你长了这么多目，然后你这个被提成这模样，这个计算失误，然后这个地方又封的那么，我觉得败招应该是在左边吧，在这边，对，
对自身的这个缺点，那个他只看了这个局部了，没看到人家这边搬，要不然是一个很好的构思。确实，然后一爬一退，也没注意啊。这么下来之后没有注意，他这个地方一虎，就对你这块其实产生很大的威胁。是他搬的时候我看见了，有感觉到有这尖，被收的挺惨的，太惨了。冲了一个退一个，后边我觉得就是一个完成一个手续的问题了。不发挥。不过我觉得擂台赛这是刚才就像主持人说，我们三个人两个人不是人的问题，擂台赛就是不是打群架的，所以我们后边还有两个棋手，可能爱好者比较关注的想问的是后边谁上。你现在能够给出一个大致的意见，你能告诉我后面是谁上吗？不能告诉你谁上。你刚才你不能告诉我。对对对，我不能告诉你谁上，因为我说句老实话，这两个不知道他们谁上是最谢赫上呢跟这个崔哲翰的风格不太一样，那个对口味对口的是张维杰，我认为就是两个人就是杀了比较过瘾的是张维杰。很简单，小浩老，征求棋手的意见就可以。你棋手如果两个人都愿意上呢？两个都愿意上，这个就看你的水平了啊。让谁上，我觉得概率都差不多。没有说谁上一定好，谁上一定不好。如果说三个人的话，我觉得陈耀烨上是最好的。如果说是这两个人，你去问他们谁上的话，以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来决定的话，不会，肯定是姜维杰上啊。那个陈耀烨肯定说，我随便。你说谢赫？谢赫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好。但是这种东西一切都是说不清楚的，明天下了你就知道了。根据农心的规则，明天什么时候我们要递交名单？农心的规则好像从去年开始有了改变吧，要前一天，也就是说今天比赛结束是不是就要宣布？原来是提早，我印象是当天提交名单的，当天提早3小时啊。但是去年的时候开幕式的时候就直接就交了，就是说比如说我和中韩对战，日本就马上要交先锋官，原来是不用交的，是从去年开始变化的，就当天晚上开幕式的时候就中日韩三国都要交先锋的名单。就是提前一天让人家知道我明天，你明天对谁下，对，让他有提前可以有准备，就是说各有利弊吧。这个其实准备，我想作为棋手来说肯定早就准备了，因为这已经到了没几个人了。但是作为就是说一个宣传的话，我可能提前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亮点，也可能。好的，那我想我们这盘棋结果也差不多了啊。对，因为这棋肯定没有翻盘的可能性。半目和一目半，我觉得盘面我们忽略了是这个，我就忽略了是这个。如果他是让黑棋粘上的话，或许还能收一下。对，这等于是人家先手提了。对对，被先手这地方差了大概有三四目棋，我觉得。我们的跟我们的点目出入差距在3-4目。这一下子，我觉得他连这样的错误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是个。其实是一个挺搞笑的，他下完棋，我觉得崔哲翰可能会觉得对这步棋，当然这里边有两种解读，一种这肯定是那个有点放松错觉，另外一种就是说有放松也有，还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觉得稳，生理宣言看得清的，生理宣言看得清的下是他觉得这个地方是以为是个题劫，但是看错的概率是大一点，那肯定是看错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必要去走在这里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明天同一时间应该是上海五星体育还是同一时间进行转播？对。我照小花老的说法，晚上的时候就能知道明天我们是谁上场了。那你结束之后马上要召集他们研究这个问题了。应该不用研究了啊！你心里面已经有人选了是吧？不是，你这老把我，你这个一定要
改变这个误区，这个是那个教练组的决定，而且是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这个事先已经有，对，因为总教练没到现场，因为他刚刚在参加了那个十月的那个，然后马上到时候三月份还要来那个应世杯，所以说呢，这次呢就没有来。对，现在我们国内的赛事确实是，就是也不是国内啊，就是在中国举办的赛事特别的多，对不对？但是扎堆。对，但是我觉得最有福的还是上海人。你想想，每次的决赛，无论三星杯也好 ，LG 杯也好，那个特别是农心杯，那个这么多年来，每年打定四次的，早早就安排好了日程，大家早早就有这么一个盼望。是。看样子陈耀烨失忆了，是这样吗？我看他的手往那伸了一下。是吗？那手还在棋盘上，还在棋墩上又失了一下。是吗？我没看见这一瞬间，但是这棋应该是没有机会了。没有。还在想。还在想。很顽强。那个两目左右，我觉得。盘面两目还是输两目？盘面两目左右。盘面两目左右。盘面两目，如果两到三目吧，大概是我是这么点的，出入不会太大，因为即使有出入，无关胜负。接住，这个其实没什么，就是完成一下手续吧。接住这个喉了一下，没什么关系。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也起掉了。我们给现场的观众来看一下。那边团掉了。这个地方都走掉了，提掉。对于白棋来说呢，它这个官子可以稍微的放这个一目都没有问题。它不需要绷得特别紧，就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个打吃的问题。这个也弯掉了。白棋你看，这都是先手，就我们点的时候都没有这种目都没有点进去。对啊。这对那个白棋厚啊，官子总会攒出一点目来。关键就是这个地方作战，因为这一作战以后，白棋整个黑棋整个萎缩。你看你点了半天，您刚才点了20多目，现在有多少目？白棋这一带又攒目了，所以这棋没有办法。白棋掌控的比黑棋要多很多，这个是没有料到的。这地方你看还有。都含着了，他这一顶一顶，他这地方两目棋就出来了。现在一目棋至少有一目棋，你这一目棋有了，当初的你这个没有这个问题，是这一目棋总是白棋的，我们都没把它算进去。直播的时间。